义工神仙们，早上好！今天我们义工大学继续开示36计《假途伐国》，看一下它的原文是怎么提示的：两大之间，敌械以从，我甲以事困，有言不信。他在点名一个小的国家与一个大的国家之间，如果发生了一些矛盾啊、冲突啊，那我方如果也是一个小国的话，就应该去救助另外一个小国，而不应该追随那个大国。这样的好处呢，我们就会达到一个军事上的平衡，不然的话就会出现困，很麻烦。他的这个典故是怎么来的呢？春秋时期，那个时候其实周朝到了末期之后，他已经无法管理，就是那个地方上好多小国家，各种国家都是各自为政的。当时有一个大国叫做晋国，它周边呢正好有两个小国家，一个叫做虞国，一个叫做虢国。这个虞国和虢国两个关系平时都是很好的，两个国君呢都是把对方当成兄弟一样的看待。这样一来呢，就对晋国是很不利，因为晋国想去攻击其中一个国家的话，另外一个国家一定会去帮助提供救援。那晋国虽然很强，但是他一下要打两个国家还是非常的吃力，就是还是不行的，代价太大。怎么办？他的大臣给他出主意，就跟那个当时的晋献公献上一个计策，就是今天这个36计之一，假道伐国。他说要攻打这两个国家呢，虽然很不容易，但是还是有办法的。怎么办法呢？先要让他们产生矛盾，让他们互相不要支持对方，这样的话就好办了。那这个晋献公说，那怎么才能办到呢？他们关系这么好。这个大臣说，好办。他说据我观察呀，这个虞国的这个国君贪财好色，非常的贪得无厌，这个好办呐。既然他有所好，我们就可以投其所好嘛。他就建议这个献公拿出他最心爱的宝物去送给他，包括他的千里马。送给那个虞公，虞国的国君。这个献公说，这些是我的宝贝，就像我的生命一样，像我的心一样，我怎么舍得，像心肝宝贝一样。那不行，那不行。他的大臣说，大王敬请放心，你只不过是让他暂时的保管一下，借给他看一看而已，等把他灭掉之后，不是都回来了吗？连国家都回来了，还不要说宝物算啥呀？咦，这个晋献公一听这个大臣说的有道理啊，仅仅送两个宝物出去，未来是整个国家都回来，宝物也不是就都回来了吗？好，依计而行。果然这个献公就把他的这些无价的宝贝，当时大家都觉得非常好的，送过去。那个虞公，就是虞国的这个国君，收到之后高兴的嘴都合不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别人是个大国呀，一个大国怎么会把这么好的宝贝送给一个小国呢？就平时是根本不可能的，所以说非常的高兴。好，这样一来，那个晋国就找到了机会。虞国的关系不是搞好了吗？那就搞另外一个虢国。怎么搞呢？
在他的边境线上搞事儿，找借口，最后边境就冲突起来了。冲突起来，这个好了，这个晋国就以此为借口，就准备要去打这个虢国。然后呢，他就跟这个虞国进行商量，他说："我借你的这个道，因为那边那个虢国在侵略我们，制造事端，我们要准备去打他了，哎，反击他。"借你的这个道路过去一下，这样方便一点，可以包围对方。这个虞公呢，就是个虞国的国君，因为得到了晋国的这个千里马这些宝贝美玉，叫做拿人的手短，吃人的口短，所以说就欣然答应了。他的手下有一个大臣叫做公子奇，赶紧的劝说他说："这件事情可办不到。"他说："我们这两个本来就是小国家，叫做唇齿相依。如果他这个国家被打掉了，那我们怎么能支撑呢？独木难支啊！"但是这个虞国的国君却说："没关系的。"我们交一个弱的朋友去得罪这么强大的朋友，那才是傻瓜呢。我们现在交的是一个很强大的朋友，那个弱的朋友被灭了也无所谓，没关系的，就让他过去了。那可想而知最后的结果了，因为本来这个晋国要一对一的话，他们都不是对手，所以说一过去借他的道，轻轻松松就把这个国家给灭了，灭了就准备要班师回朝嘛，就把他，你想想一个国家都得到了，那肯定金银珠宝是无数啊，就把他抢的这些财宝分了很多给这个虞国的国君。那个虞国的国君坐在那里什么也没干，不仅开始得到了千里马，得到了良玉，现在还得到了这么多金银珠宝啊，太高兴了，感觉这个晋国的国君真是够朋友，所以说他完全没有任何怀疑，他的所有的戒心消失了，没有了。然后这个晋国的大将就假装生病，到了他边境线上，就住宅在那里，就不走了，生病了啊，休养休养。这个国君也觉得正常的，因为得到了这么多金银珠宝，完全把他当成了好朋友。过了几天之后，这个晋献公亲自率领大军，准备过来打猎，而且要约这个虞国的国君一起出去打猎。结果，由于这个虞国公把对方当成了好朋友嘛，所以说欣然答应，就去了，去打猎。结果刚刚打着打着，后面他的京城就是他的国都突然起大火，他赶紧向回走。到了城下一看，完蛋了，上面已经被这个晋国占领。就这样，两个国家被这个晋国轻而易举的都灭掉了。然后，果然这个晋献公也把他送出去的那些什么千里马呀、什么良玉啊，全部拿回来，而且整个金银珠宝天下全部归他，是不是很无耻啊？36计就是如此的无耻，他就是利用人们的这些侥幸心理，利用人们的轻信，利用人们的这种无知，而创造了有力战绩。所以说，在我们这个道系里面，一定要完全的彻底抛弃这些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在面对整个社会的时候，我们的义工们一定要拥有智慧，睁大眼睛，因为社会上忽悠的人很多，太多太多了。包括我们的有的义工，我在旁边观察，他们突然啊，这个平台太好了，又有什么什么产品，这个平台太好了，怎么着，还让我们的某些干部进去，
其实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，就是这个鸡啊，36鸡啊，家徒法国。他老是觉得那个企业家非常好啊，太好了，对他遇到了个贵人，其实就跟这个一样。所以说，大家一定要明白，道系是几千年、上万年的传承，它里面已经拥有了人类的全局观，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哪里有陷阱。所以说，大家一定要提升自己的智慧，扎根于道系，这样才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几千年的历史、3000年的历史、5000年的历史，出现最关键的时期、天下大乱的时期，或者是在一些比较重要的节点里面，一定有道家人物。为什么？因为道家人物培养的是慈悲的因材。既有慈悲心，又有大智慧。我们义工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这些历史上的英才，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道系发扬光大，造福众生，把东方长乐仙界的仙气带入我们的国土，这样我们才会越来越美好。所以说，这一计策，当我们注入了慈悲，抛弃了这种欺诈之后，它的作用就完全不一样。这就是正人用邪法，邪法也正；邪人用正法，正法也邪的道理。所以说，我们在社会上一定要学系统的这个工程。道系在我们这里扎根，它是一个系统。你如果在外面道听途说的话，你很快就被带到沟里去了。为什么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希望你道听途说，都希望你就看到枝枝叶叶，看不到森林，就是因为你，他希望把你忽悠进去，这样他才能达到这个小西天妖魔鬼怪的这个目标。在末法时代尤其如此，好多居士们他们做了好多事情，其实都是在游走于妖魔鬼怪的这个环境之中，但是他不自知，因为他没有一个全局观，不懂得什么叫道。道就是全局，就是无所不在的。道里面就蕴含着一切的规律，包括阴的一面、阳的一面。我们既能看到阳光的仙气，也能看到阴的妖魔鬼怪，这样我们才叫做道士。所以说，我们特别是已经拜了师的这些义工们，你们就是道士，有道士是，但是啊，前面加个小字，你还是个小道士。为什么？因为还有好多好多的智慧，还需要我们去学习。这个时候一定要站稳脚跟，不要到处去道听途说，因为很容易被人忽悠。我们今天开始这一个假途法国，我们最应该学习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应该拨开迷雾，见本来面目。所以说，我们修行修到最高境界，就是回到本来面目。在《道德经》里面，就是归还赤子之心，就要回归。顺则凡，逆则仙，只在中间颠倒颠，我们就颠倒颠。这样颠倒颠之后，就相当于一个人倒立的看世界，才能看清楚。因为当年的这个印度的世尊，他其实做了一个预言，他说其实到了末法时代，那个寺庙里面的人还有好多好多邪师出来说法，他可能是一个妖怪，但是呢，他穿着一件道貌岸然的袈裟，或者是一件道袍，这样的话让我们无法看穿。所以说，我们一定要吸收道家的祖师爷给我们留下来的各种各样的智慧，大家好好感悟，好好理解这个世界。只有理解了世界，带入了慈悲、信用、一诺千金、忠诚、仁爱和对众生的同情与怜悯，这样我们才
没有白白来到人间一趟，我们才能全心全意为天尊做工，为众生指一条明路。好的，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吧，明天我们继续。